拍完《再见巨人》之后再次火起来。不过这次我不能骂他，因为我同样是其实我已经怎么骂他了，我蛮好的，很舒服的。他真的有那个 footballer 的鞋，篮球打得不怎么样，不过 football 真的是好。然后变成我的 football 真的是不怎么样，烂。还是不行什么感觉？上一部戏啊，那篮球我跟你讲，我以前不是很认识冰冰大哥，但认识他之后觉得他脾气很好，还是打得得啦。他是他的脾气很好啊，真的非常好，然后让我觉得看到他不一样的一面。以前觉得他很拽，你知道吗？蛮拽的，很多人都讲你也不赖啊。我没有，我是你是偶像，向你学习的，对。所以他拽是因为他觉得他要像我一样，对，就是那个臭脸怪男，所以就是 OK， 原来是我，我觉得蛮欣慰的，因为有人把我当偶像，然后又可以演出那个脸。所以我蛮开心的，所以跟他合作不也不是第一次，也是挺好。我第一部戏也是跟他一起拍的，就是《警徽》嘛，然后就96.4，然后也有荣幸，然后让我们的郑导来导一下我，然后他其实没真的，他其实没有想说要给我很大压力。然后他觉得是给他压力的是那个朱厚润的，没有，他就觉得我是应该是可以做到的，我也不想让他失望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很行猛，他的反应很快，他的懂的东西太多了，只要他一看就看得出到底可以还是不可以的，对吗？这句话再实际也不过了 ，OK 啦，还好啦。不过他很聪明啊，学东西很快。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就跟他讲，因为这部电影最重要就是有一点像这个感觉，就不要严防，因为它太过城市化，然后有点油这样的，所以我就要把它那个油气去掉。把它一直 conscious， 有没有 conscious， very conscious， 有时候不小心会出来，不过大体上都真的出来呢。我觉得那个我小弟的感觉真的是从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家庭出生，所以演的真的不错。所以现在呢，压力就在我身上，因为看他踢足球是蛮好的，真的蛮好的，是有点舍得啦，有点舍，所以有点舍得啦。而且我在戏里面，不是在现实生活，我在戏里面我的足球是最厉害的，所以压力是蛮大的啦。所以说学到老，活到老学到老，因为你看冰冰大哥，虽然他年纪不是讲很年轻，但是呢，他还是非常非常的就是一样的非常有个性，跟很帅 ，charisma 也是高高那种。外国人的气息完全在他身上可以带出那种感觉，对，拥有一种华人的样子，但是有一种外国人的那种好魔派那种气息感觉，所以他中 OK 不要中外都可以里应外合，承上启下。没有，我要讲一些很重要的东西。一开始我看他一直跟我讲他不会踢足球，然后他慢慢到后面哦，我们现在一直拍这个比较大的场面的时候，他是真的不错的。他现在加个零啊，还有刚刚我们拍一个手，哇，这种 chess 啊，所以这个也不错了。年纪这么轻就讲话这么会讲话，真的是不然你在这一行没有办法。不然你觉得我可以拿到这电影没？